3小时出国度假，爱玩客的短飞行之旅开玩喽！很多人呢来清水泽玩都会买这些果酱，你看它的果酱，所有的草莓就好像编织物一样放在一罐里面这样子吃。在这个不思议的美术馆里面，有很多令人不敢相信的事物存在着。救命啊！日本三大名汤之一草津温泉，这边呢还有免费的汤可以泡。周五晚间10点，一桥在爱玩客。